把人拽上来呢，我的。这么多花您不躺这儿吗？哎，这没听说啊，告别的呢，一场接着一场。对，这一场跟孙老师合作，哎，对啊，心里特别激动。哎，是。您来这儿也是说相声的吗？啊，这么着来这儿都说相声，还说相声呢？可不还说呢吗？糟践了。哎，你等会儿。糟践了。我们怎么说相声都糟践了？糟践了。什么？你要跟着我干，嘿，怎么着？你早就是人了。哎，对。糟践了。你等会儿，合着我现在不是人是吗？你干这行糟践了，还说相声呢？我干这行糟践了，还干这下九流的呢？什么叫下九流啊？说相声没地位。您这话说的啊，您说的你没地位，甭说这个，这不行。那是过去，改改行，改改行。改什么呀？跟我干，咱俩一块儿出去卖去。哎， okay。 哎，那个不行，不行，不行，不是，我好不容易把这毛病扳过来了。不是不是，咱俩一块儿出去能卖票啊？跟着我干呀、啊。咱俩出去还能卖票呢？跟着我干没问题呀、啊。不是您干什么的呀？不知道吧？嗯，告诉你，您告诉我，我是一戏子。高尚吗？您是什么戏子？那这么说你也下九流啊？不是，我怎么下九流？咱旧社会都叫下九流，知道吗？这不是下九流，还有句话夸我们呢。夸你什么呀？有那么句话吗？啊，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哦，说的是咱俩。我是戏子啊！不不不，你一个人完全行，知道吗？都是你的啊。什么叫完全行啊？什么叫无情无义的？这唱戏的。您是唱戏的？戏子。什么叫戏子啊？唱戏人的儿子，戏子。哦，那合着是唱戏的就是你爸爸呀？不是，这叫什么话呀？不是，你是唱戏的儿子吗？这不是唱戏人的儿子，戏子、哦、您就是家传。哎，正经唱过戏。您唱什么戏呀、啊？都有什么呀？都有什么？都有什么戏？考考你，你说。你考我啊？都有什么戏？我知道可不多啊。您说，我这知道几样啊？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你看这玩意儿，你干嘛呢？这是北弋。北弋，你选好了？有吗？废话，我说的能没有吗？北弋，北弋，北弋，弋调高腔啊！对对对，就这个，就这个，弋调高腔。你真知道这？对呀、啊，我。哎呦，弋调高腔，这可不多见了。哎，你还真懂啊。那是啊，现在唱的人少了啊。对对对，为什么少呢？为什么呀？因为这里啊有危险性。弋调高腔有什么危险呢？您琢磨，弋调高腔，嗯，弄不好就摔着，因为它有棍儿软呢。弋调高腔，有时候你扭的时候容易摔着。哎，弋调高腔，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弋调高腔啊，是高跷啊。都行嘛，扭嘛，没听说过高跷吗？什么高跷？像话？弋调高腔，高腔，哎，高腔，哎，听过吗？听过。现在啊，嗯，现在北京还有一个高腔的研究所，北京还有高腔研究所，就一个了。哎呦，高腔研究所是啊，我在那儿坐台。哦，你啊，不不，不是，那你们老板够硬的呀？这什么月份了，还敢开业呢？你什么意思？你说这是？废话，你让我跟你出去卖了，琢磨就不对劲。我告诉你，我不是不是，我们那儿不要你这样的。哎，对，我给你们收银啊。你太瘦了，谁太瘦了？我们那儿要胖的。哎，对，还要胖。哎，我就在那儿。您在那儿？我弋调高腔嘛，太会了。您太会了，从小就学。是吗？哎，小时候娃娃腿儿，踩高跷摔好几回呢。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怎么老有高跷啊？这里的高腔，高腔。哎，弋调高腔。哎呦，可以啊，你弋调高腔。那不赖呀、啊！哎，你怎么样？哎、我弋调高腔听过点儿，你喜欢吗？喜欢，真的啊，真喜欢、啊、你喜欢高腔啊？喜欢喜欢。那太好了，怎么呢？我就跟你交流一下啊。您跟我交流。哪天要是没事儿呢？啊，你上我们家去干嘛呀？我好好玩玩你。哎，就吧，就吧，你等会儿，我不去、嗯，我不去，我还送上门去，我还得。我玩玩你、啊。你没听说过我。啊，干嘛呢、啊？这不是就是我什么叫玩玩我呀、啊？摸索摸索你，不对，哎、你要干嘛？就是抠吧抠吧也不哎不，您这什么词汇这都是？怎么说就是你喜欢，我还乐意教给你，就是我想就是撅一下你，不对，不对，你撅得动吗你？不对，怎么说就哎，我明白，捅你一下哎，这没有，
我受罪去了，我还捅我一下还得。没有，不是剁了，剁了，好，没有。您要知道知道我啊，对，我知道知道你。哎，像这个小鬼呀、啊，哎，对，谁小鬼呀、啊？喜欢高腔的不多了，这倒是。我指点指点你，您指点我，好不好？您上架，您等，我先给你握握腿。哎，对，别的，哎，你腿往那站，我咔坐下去。哎，对，我的腿都折了，是吧？怎么样？我瘸着从你们家出来，我上那儿好好玩玩。你等会儿，等会儿，开个荤，我这开啊？啊，不不，玩一玩，就教教你。你有些日子没毁人了，是吧？哎，教教你。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上家去啊？你再等会儿，您别那么亢奋，行吗？您，您干嘛非得上家去呀？我跟你说说戏呀。不用啊，在这儿说呀。今儿这个舞台不挺好吗？您在这儿给我说说戏。哎，哪怕您在这儿给我们唱一出，行吗？今儿唱，今儿唱，真是，谢谢各位，改天行吗？我求求你了，行吗？干嘛你还求求我呀？我错了，行吗？哎，别，我错了。什么叫你错了？你对不起，我不应该说你胖，行吗？哎，不是这事儿啊，不是这事儿，非得唱，这得唱你，你那么这，您都研究所出来的了，就不要脸了，对吗？就不要脸了，是不是？谁不要脸了？非得唱，那就唱呗，怎么？来来，那就唱吧，来，来唱。非给你腿摔折了，来，踩，来踩，干嘛？上棍儿啊？干嘛？我错了，对不起。干嘛？你是找打架是怎么着？我怕你坐。我告诉你，有些日子这儿没打人了，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惹我们。别胡说，来，我们肃静好些日子了，行不行？你甭这样，来，咱唱唱，咱俩，哎，这么着，我跟您唱一回，您教教我行吗？哎，这态度好！您教教我，我教教你。您教教我，我教教你。哎，没问题，行吧？哎，你先学什么？哎，先扭还是怎么着？您这不还是高跷吗？这个你得浪起来。我浪什么浪啊？扭，我还浪起来我。扭啊，你得扭什么扭？我踩两根棍儿呢，好看吗？那个？哎，你扭起来就是四个字，哪四个字？烂肉横飞。哎，这没听说，甩的都是油啊！哎，好。全是油，大油。行了，我都洒了，我该。哎，来踩上。没听说过。走，高跷去，高腔。对呀，高腔啊。一脚高腔。来来，唱唱唱，咱唱一回行吧？豁出去了，来。我跟您来一回，来，行吗？那不行。哎，这怎么又不行了？俩人怎么唱？俩人唱没意思呀，对不对？那电影都没有俩人拍的。谁说的？有俩人的。什么电影？你这会问你师傅去去，你问得着我吗？你我师傅也是从你那儿考的，你别说这个，我从于谦那儿考的，我告诉你，互相传呗，你甭带这套 啊，没有俩人的。您什么意思？你这最少得仨。哦，你热热闹闹的。哦，您、哎、对不对？您喜欢人多是吧？对，刺激啊，对不对？哦，哎，你哦，刺激，那行，三个人好玩，三个人，对，三个人好玩啊。来，跟您这么说啊，后台三十三百也有，不是你盯得住，试试吧。哎，什么叫试试吧？不是你最少仨人是吧？后台没有人，就在什么叫没有人呢？后台不是人，他们。哎，您别说这话啊，后台没有，您别，肯定有人，我找一个来。有吗？您信不信？没有，我找一个来，不可能，后台哪有人？不可能，没有人。哎，怎么着？听说要演电影？哎，啊，三个人的？不，太次！你就是岳云鹏，对啊，岳云鹏。我他们说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就是你是吧？这都什么词啊？这是？是不是你？哎，你岳云鹏上来我才发现你怎么那么黑呀、啊？啊、那是他白癜风，你黑癜风，别瞎说啊！演电影怎么个演法？谁说演电影、啊？咱们来，快！怎么变到演电影啊？不是吗？不是，叫您上来，咱仨人唱出戏怎么样？对，啊，唱戏，唱戏。啊、就你看这，你看这小黑小子了吗？我，他告诉他是一调高腔的传承专家，一调高腔，一调高腔，你会吗？哎，什么叫呸呀、啊？一调高腔，什么叫一调高腔？那你呸人家！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哎，对呀、啊，一调高腔，这我知道。您知道，我是传承人呢。哎，你等会儿吧。好家伙，你们俩到底谁传谁这？终于看见你了。我传给了他呀。哦，没听说过。好，你们传的你，你传的他。啊、
合着我是孙子是吧？对，没听说，怎么可以？没听说过。不是，您会是吗？当然了，一脚高腔，那太好了。但是他说了，俩人唱不行，得仨人唱。行啊，咱仨人来一出怎么样？行行吗？行，那咱挑戏吧。你挑戏，谁挑戏啊？你他挑不他？我别我挑啊！你会的多吗？我会太多了。你会多少？高腔我会80000多出呢。有那么些吗？不是，原来没有啊。但是我业余时间多，我是自己导自己演。那不倒下了吗？什么叫倒下了？你导自己演，自己导自己演，那不倒下了吗？多疼啊，那玩意儿！我有病啊！我自己导我自己演玩。他说了，他自己导自己演。你说这导编导演创作。哎，我说那个戏呀、啊，你们俩都没听过。别看岁数大，你没听过。没听说，你说，你说。我那个戏啊，你来。寡妇的一夜，听过吗？哎，这有点意思啊。哎，这还是俩人电影吗？这不，这好。还有吗？光棍的一宿，听过吗？这可以是一出戏吗？前半宿，后半宿。哎，好好好，这俩哪是传承人？这俩臭流氓啊，这是。你没听，你挑你聊着这么开心呢，这俩你都没听过。我是没听过、啊、新戏多了、啊、好。对，梁山伯与伏地魔你听过吗？您这还中外合资的，还得多新鲜呢。我没听过这个，您买点正版戏看看啊。对对，俩人谁别说谁。你说一个吧，我挑吧，你来。哎呀，说实话啊、嗯、您二位传承人您可会。嗯，我会的不多，我捡我最熟的来。好，咱们来一出这个全德报。什么全德报？我来全，我来德，我来报。行行啊，什么叫行啊？按字面拆呀。全德报吗？全德报是戏名啊。不，斗公训女。嗨，斗公训你、哎、斗公训你。对，斗公训，那不训我了吗？好，就剩我一人是吗？训谁？就训你。训女。女训？你是女的吗？啊，你不是。你瞎说什么？可以是啊。哎，你想听着了好吧。哎，对，认了。女。哎，斗公训女。女、啊、行吧。好，这出戏您二位知道剧情吗？这个还有剧情呢？不太了解。您说废话，什么戏没有剧情啊？你少瞧那两三个人演完的电影吧，告诉你。好吧好吧，那你有剧情、啊、你说大概其说一下啊、嗯、五代残唐的事儿、嗯、有个落魄的将军叫高怀德，有个义子叫高同。高怀德找自己的好朋友窦燕山借了200两纹银给这高同上关外做买卖，孩子一走3年音信全无，钱还不上。高怀德就着急了，怎么办呢？赶上国家开五科场赶考，高怀德一想，我能考啊，得中了有钱有势。可是去不了，怎么呢？有一个小姑娘在身边带着，高桂英，怎么办呢？一纸文书把这闺女送到窦燕山的府上，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娶妻纳妾也好，为奴为婢也好，我就不管了。这个高怀德就走了。窦燕山老夫妻俩年过半百，膝下无儿，怎么办呢？依着窦夫人娶妻纳妾。窦燕山一想，不行，我朋友的闺女我怎么能娶了呢？干脆收个义女，给招了一房姑爷叫石守信。结婚当天晚上，石守信说呢，我也是赶考去。姑娘一听深明大义，把姑爷放跑了。第二天呢，这个窦燕山的前堂训女，训完女呢，翁婿双龙双，不是二位哪儿去了？这是干嘛去了？休息。好，休息像话吗？演完了。那谁看着你的？拿工资去了。没听说过，我这刚说完嘛，这不是就这个故事。哎，对呀、啊、这个最后得训女嘛，钱塘。明白了明白了。教训这闺女为什么把姑爷放跑了。太长了这戏。长啊，啊咱也没说全唱啊，啊咱掐头去尾啊。不唱当件。对，那就别唱了，那就、啊、哎走走走、哎、回来回来回来，这你说的别唱了，鞠躬下台。就唱当件，当件戏胡，钱塘训女。太好了，行吧，没问题。行，没问题吧。嗯啊，咱们得分一下角色吧。还有角色呢？不用分，都是你的。哎对，那你们俩干嘛呀？我们跟你说戏呀、啊。我用你们俩。我们扭在边儿。没听说过，弄俩伴舞的还得啊？那怎么？大家都得有角色呀。
行，分吧，分点角色。我是外行，我找我会的来。好，行吧，行。我来这个斗公，我斗魔。哎，很我斗蛐蛐，我斗油葫芦，我斗三影，我斗大扎枪，我斗小黑小子，我斗大胖娘们。哎，这什么话这叫？那我斗什么？哎，行了，好，非憋着斗是怎么着啊？哪个斗？斗公斗大人，我斗小孩。还得又来了是吧？你说斗大人吗？对，斗燕山，斗燕山，斗燕山。我来，好，行吧。嗯，完了呢，我还得找个安人。安人是什么？啊，就是我媳妇儿啊。那我吧，行吗？你来安人，因为我有阴柔之美。哎呦，哦，你演我媳妇儿吧？啊。你来我安人啊！我别来安人了，要不你不来我媳妇来什么呀？我来鹌鹑吧。您来个野鸡？哎，没听说过。就你媳妇还野鸡呢？夫人，说话。好，你来我夫人行吗？行吧，行。完了，我要不喜欢你怎么办？那都过半辈子，你瞧着办。勉强接受吧。我觉得他还行。没有啊，我都咱俩两口子啊，行，你别老想着他。行，年轻不一定好，不懂事儿啊。啊，行。哎呦，你看，那夫人还挺美。哦，完了您啊，还有什么？您来这里主要人物。嗯，我得主要的。哎，对，我得主。您是专业。哦，对，我是专业。爱听这句是吧？我来什么？您来这老院子。我别来院子了。那您来。我来房子。哎，对，好，你来分家呢。比萨斜塔。搁着，还比萨什么演员？啊，真是老院子。老院子不懂。什么？有身上有唱段，你忘了？哦，就。报事儿的那个啊，对呀，老管家，我来，有您的大套唱词儿，听我的，您没问题，就唱得好，嘿，专家吗？这是专业啊，我来，好，后边还有几个人物，咱也分了，分，行吗？都谁？有一个小丫鬟，小丫鬟是？使唤人啊，端茶倒水，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你来，哎，你来，我来小丫鬟，嗯，咱府伙食够好的。哎，行，我来小丫鬟。嗯，完了还有姑爷使手信，使手信是姑爷呀，姑爷，我来，长得就是帅。哦，来姑爷你来。哎，哦，还有一个小姐高桂英，高桂英是使手信的媳妇儿，你来，大胖娘们，你来。哦，一人嫁一回是吧？行。完了，还一个大将高怀德，高怀德是高桂英的父亲。我来，看来，我就爱演父亲。我来哈啊，还一个义子高同，高同是高怀德的干儿子。这个你来，二位没有这样的啊？怎么了？我又是你媳妇，我又是你儿子是吧？多好，美去吧你！我美这干嘛？我以后家产全是你的。哎，你们俩有什么家产？你们俩，行，那不就得了？你们挑的全有词儿，正好我这边没什么事儿干。好，行吧，行，说戏，哎，说戏，哎，我说戏，听您二位的，行吧？可以吧？行啊，我可不太会啊。你不是会吗？我一阵一阵的。您先等一会儿。您失心疯了吧？您？您要不会啊，您先别说话。我这还没交代完呢。你还有什么要交代？咱这就开始唱了吗？您老实交代。别急呀，这不能唱啊！您等会儿吧，角色都分完了，不能唱。把我那东西拿上来呀！啊，唱戏穿的寿衣，拿去啊！您这要死啊！这是你们家唱戏穿寿衣啊？你听听人家说话，那啊，像话吗？你听听，那叫撞过，知道吗？没有，我拿俩死鬼是吧？拿，那是什么叫？您说那个不是我这您各位都理解了，是唱戏吗？啊，花花绿绿的，这儿绣一煎饼，带一呼啦圈，对不对？您搁去吧，这我还来不了，您看看这。那个，您说那叫行头，说行头怕你不懂，谁不懂啊？怕你不懂，行头，行头，呼啦圈他自己带着呢。你看，我这是肉的，我这是肉圈。这个行头，咱说句话啊，这相声舞台没有，那怎么办啊？不穿了，打刚才我就觉得热，你知道吗？哎，二位，你等会儿，你也脱，我脱什么脱？我干嘛？嚯，你可以运吗？啊，姐俩了这么会儿。
就是比年轻的有经验啊，年轻的一个都没解开呢啊！你看太紧我这个，对，讨厌。您这不是切脸？不是你说的不穿了吗？不穿衣服了，那穿什么？不穿行头。哦，那就简单着唱了。哎呦，我们记这么费劲呢？你姐怎么那么利落呀？有功夫。职业病了吧？你都快。哎呀哎呀呵，好。您姐夫可比这利落多了。职业病。哎，这个别职业病。什么职业病？那怎么着？咱们就简单着唱，穿这大褂素身唱。行行行，那那那我得捯饬一下，化化妆。对对对，区分人物，区分他是夫人，我是院子，我化化妆你，我带着东西呢，有简单的，我带着。哦，这，你看这俩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啊。那是，人家知道化妆，你也不知道化妆什么模样。你看这边，哎呀，这院子不是没化妆吗？这不，你看着，走。行行。哎，这帽子好看吗？哎、对，这不是像一人贩子带一傻娘们卖的。您瞧这俩打扮，你这不尊重艺术，你就是。您就咱这是五代残堂的事儿，您这都民国的帽子。哎，穿越嘛。哎，对，行行行，多火呀！你们俩怎么干说话不出音啊？哎，你把耳朵露出来，啊，把那耳朵露出来。啊啊啊！好。我说中间怎么站一没耳朵的呢？我说行啊，您听见了？听见了。啊，嗯，你有点太恶心了，你有点，你吃了去了你，你什么模样？恶心，我听着真寒碜。哎呦我去！说实话，嗯、夫人，咱说实话，也就是我娶你，我告诉你，但凡换个别人，我告诉你，自杀的心都有。瞎说什么？哎，对对对对，多漂亮！哎，行行行，你看。是不是、啊、多嫩你看看、哎、行了，你再嫩你有他岁数小，你哎我嫩，你要这帽子 哎行了，你别嫩了，咱还得说一句啊，啊锣鼓场面没有哟，那怎么办？都没有、啊哎、你干嘛？那怎么办？怎么着？真是的，二位用嘴学。哦，拿嘴学。用嘴。咱这锣鼓家伙简单，冬秋锣。冬秋锣行吗？冬秋锣好、啊、没问题，没问题吧？好、嗯、那完了咱搬一下桌子行吗？谁搬呢？哎，分出表演区域了，咱们一块儿搬呀！一块儿，一块儿搬行吗？我来，我来，一块儿搬。我来吧，我来，我来，我来吧，我来搬。你别给我较劲啊！我来搬，我来。干什么？今儿我搬，我搬，我搬，我搬。我比你岁数大，我搬，我搬，我最大，我来，我搬，我来，我搬，我搬，我来搬，干什么？搬完了，我来吧，我搬吧。来来来，什么来？俩人光动嘴啊！你这没抢过你？哎，是没抢过吗？真行，这俩人，我告诉你，行了，还得搬把椅子啊！我来，我来，别给我抢，我抢了死这儿！我去搬，我死这儿，我磕死，我磕死，我撞死，我去搬，我去搬，别给我抢，这必须我来，我磕死！我比你岁数大，我电死，电死，我来，我死这儿，我去，手太快，手太快，没抢过呀、啊？说是没抢过吗？二位可以，俩人配合的啊。你们有默契，你们这累傻小子，你们啊！行了，咱这就归后台正式开始唱，这就开始唱了，开始唱，错不了。来来来，能错吗？咱这，嘿，哎呀，没坏。我先张嘴，您大家伙，好，行吧。馄饨，馄饨，豆浆，小咸菜，行，快来不？快来什么快？三人出去买早点去了吗？这不多好啊！什么多好、啊？快速致富？谁告诉你的？这不你说的吗？馄饨吗？我说的馄饨，老爷的做派。馄饨什么意思？哎，咳嗽一声。啊，好、啊，行行，你打冬秋锣就完了。啊，来来来，打冬秋锣啊！行，来，冬秋锣着。哎，对对对。馄饨，不馄饨，别不馄饨了，就。到底摁的不摁打冬秋锣、啊、打锣啊打锣打锣行来啊真行馄饨打锣打锣哎您也没明白你确定、啊、你还反击我呀别打别打看我看我、啊、你打不是你娘们儿知道吗这都像话吗这都家庭暴力跟我走走哎哎没有哎走
干嘛跑这挖墙角来了？带你吃香的喝辣的。哎，没听说过，就这不是能吃什么香的喝什么辣的这个？怎么着？你什么怎么着？打冬秋锣，你打锣干嘛？冬秋，你说冬秋不完了吗？我也没听，这倒好脾气，你看了吗？安藤。二位，这有点难过了。报四季呢，我让你们啊。好，这冬秋那什么春夏，春夏多好，不冷。没听说过，就冬秋锣。等，这么着吧，啊，你也是个笨蛋，我告诉你，你习惯就好了。我习惯不了啊，我还真把你娶回家去，我还得。你呀，闭嘴啊，你别打了。行，你就打冬秋，就我来。哎，没有春夏啊。好好好，就冬秋，没有春夏。来，错不了，我来着吧。你来。嗯，冬秋没有春夏。哎，这别说出来，你这还不让说呀？就打冬秋锣就完。来，冬秋吗？哎，怎么了？你像话吗？怎么了？你这么大胖子身子，你要砸谁？不是，他这没了，这不行啊。那怎么着呢？这有数啊。还有数呢。3磅半。3磅半。怎么算一磅？冬秋为一磅。冬秋算一磅。是是是。3磅半。对对对，错不了了。你好区分的，咱敲我这腿。哦，看腿就行。冬抬腿，秋落腿。早说呀。行吗？来、哎，明白了。温吞冬，哎，秋啊，落腿呀、啊！这你不秋怎么落腿、啊？你不落腿怎么秋？这这这我来不了这个，落腿、啊。你过来，怎么着？不叫唤呢？废话，叫唤不了。落腿呀、啊！您快着点哦，快着点太慢哦，太慢。您就别，您就快点，我跟着您走。快点，坐不了，来，快点，来。哎，这什么叫？好像是明白了。温吞。动车！我坐着火箭出来的吧？你还要飞呀、啊、你？我黑起来吧？我还要多快？您这太快了！啊、不是你教教他正常一点行不行？3磅半，正常点。行。这俩人别有事儿吧？这里头。会了吧？快点儿！好，正常点啊！温吞。哎，给我扔井里了，这是。半棒。哎，照来唱我清河。跟着是吧？我看你要吻谁呀、啊？谁吻？这俩人谁知道我吻一下？你说吧，我还吻谁？我还得你要调戏我，对吗？没听说过。你要调戏我？啊、谁调？我调戏他不调戏你？我，你太黑，重口味你。谁甭废话，我叫你出来呢。叫我出来呢？咱俩一块儿上，那叫同场上。哎呦，一块儿出来啊！一块儿出来。你看这说完就明白了似的，你看。哎呦，一块儿啊！文臣东起。哎，声更大，照来唱我清河好，用你啊！怎么你唱的不错呀？唱你的词儿。我跟你说去，这会儿你得唱词儿。有词儿有词儿、啊，你也有词儿，唱、啊、唱词儿、啊。照来唱我清河，瓜子儿花生给的多。你卖东西来了你？
这词儿不对吗？废话，不对。你听人家花多少给的多，这对吗？你得把多少钱一斤告诉人家。你是我是专家。闭嘴！你小商小贩的专家你是？这俩人出来卖东西卖惯了是吧？别赔啊！那谁告诉你这词儿了？你来，听我说一句，怎么？到底多少钱一斤？哎，这没有。不卖东西出来，那怎么着？咱俩这是引子，上下联儿。下联什么词儿？我这朝来嫦娥去永贺，我呢？仙人堂前猎绮罗。老词儿啊！告诉你老词儿了。来，真行。哎，朝来嫦娥去永贺，仙人堂前猎绮罗。好听。谢谢。啊，夫人，啊，汉子，汉子，你村里来的你？要说你什么都不懂，你好好叫他。你知道这儿能叫汉子吗？那叫什么呀？这会儿你不能叫汉子，那叫什么？大官人。大官人怎么个来法？就是放荡一点，大官人。那我来不了。就是西门大官人。我不是那样人，我来不了。你。就是那样的，必须得浪一点。行，哎，就找到潘金莲的感觉。你就像你就是潘金莲。行，我尽量琢磨琢磨。你就来，好，来吧，嘿，来。说完了，教会了。我教的，错不了。来不了，估计。这有什么来不了？一句话来不了，真行。照来唱我七永和，仙人堂前猎绮罗。啊，夫人，大官人，哎呦我的妈呀，你躲开我，多好多好，你躲开，耶，你们滚过来，你官人，你躲开我，滚过来，怎么样？我说的什么？你佩服我吧？对不对？佩服什么佩服？吹便好卖吗？门，对，就要这种感觉，怎么样？你不是你叫他什么戏啊？我叫金瓶梅啊。玩去，咱这全德报怎么出来金瓶梅了？我怎么听着大官人呢？里头还有全德报啊？全德报，我给忘了。我跟你来，你那是忘了吗？你就会金瓶梅吧你？那我应该说什么？你得叫我老爷。什么老爷？我怎么回事？报应。我叫你姥爷，你应该叫我姥姥啊。咱俩这过日子是咋怎么着？不是吗？府里我最大官吃姥爷。行吗？行，叫我姥爷啊。好，来，啊，夫人，啊，汉老爷，我汉朝的姥爷是吧？凑合吧。得，啊，夫人请坐呀。老爷请坐。夫人请坐。老爷请坐。夫人请坐呀。夫人坐呀。您的屁股多大您不知道吗？我坐哪儿啊？没地儿坐呀。啊，自己搬去。我说我搬，你不让我搬。咱俩一块儿自己搬去。恬不知耻，俩人啊溜我两回了，知道吗？你搬个椅子都不自己搬。二位，哎，你们俩好意思吗？俩这么大个子搬个板凳，还俩人搬出来，那怎么了？这桌子我都一人搬过去了，知道吗？你愿意？真行，我告诉这俩人。沉，什么沉呢？哎，那夫人请坐吧。啊，夫人，啊，老爷，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你我的女儿么？真是打个电话呀！打什么电话？我的话对你不耐烦了。你好好说。你打电话能打电话吗？能怎么了？发微信呢？哎，没有。微信快。你等会儿吧。你摇一摇。摇什么摇啊？跟自己闺女还摇一摇呢？万一碰得上呢？没听说过俩糊涂车怎么着？不是？那怎么着呢？您这唱戏的哪有这电子设备啊？哦，对，真行这个，古代戏就这一句台词，您不知道什么词儿？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老词儿啊，告诉你老词儿了。来，你也想着这词儿，对，我给他说着，你叫着词儿啊，我负责他啊，来，那你好好负责他吧，你，我对你负责。对了，等我死上，你负责他。啊，夫人，啊，老爷，
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你问你我的女儿么？真是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啊，院子报来。院子报来。报来。报来。报啊！啊，报！报吗？报啊！报报！哎，你们过来！这不臭流氓吗？这不是？你看，我说上《金瓶梅》吧，对不对？谁说上《金瓶梅》？你让我报的呀？没听说过。让你抱你抱我干嘛呀？抱谁呀？院子抱啊！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二位，当着我面还这样呢是吧？我不在府里的什么样啊？你脖子们用不用拥吻？没有，你太恶心了，你这啊？价钱吗？价一会儿的。没听说过，您这太恶心。院子抱事。啊，该他报事了，该他报事哦，该你出来了，该我来了，该你出来，缺德，确实是。来，这俩人准有事儿，你看吧。哎，这躲开，这舒服，太沉，你搬不动。阿夫人，哎，老爷，你我的女儿哪想去的？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院子报来，报来，报来，报。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何事？没事儿。没事儿。你耍老爷玩的没事儿啊？可能找我的。哦，对了，没听说。院子找夫人干嘛？你们俩憋着。对啊。什么找你的呀？找谁啊？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您这不对。那我怎么？有事啊？有事。哦，我有事，我就说没事儿，不跑这趟。对对对，来。是啊。啊，院子饱了。等会儿我。等会儿。啊，还没有记好。夫人，您记不记不吃劲？院子饱了。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何事？有事儿。有事，何事？不知道。去。你这耍老爷玩的是吧？我找夫人了，你不让我找啊？对了，凭着当着我面找夫人讲话吗？啊，您行了。什么叫行了？你还真有事儿？你们俩是怎么着？不知道。没什么事儿。多简单一句词儿啊！哪句？昨夜晚三更时分，石户老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洒泪分别，还老词儿啊？不是，您到底会不会？我会呀，就这一句，专家呀。完事儿就看您了啊，错不了，错不了啊，听我的，来，真行，就这句吗？就这句，放一百个心吧，绝对让您满意。啊，院子饱了，饱。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何事？昨夜晚三更时分，石户老爷与我家夫人后花园洒泪分大别。跟我跑了？什么时候？昨天晚上。我不是不让你说吗？哎呀，真的呀，这是真的不让说呀。啊，透露了。不是你，这不你什么眼神？你跟夫人跑了？谁告诉你跟夫人？那什么呀？跟小姐。小姐？对对对，夫人是小姐。对，没有什么叫夫人是小姐。早就不干了。是后来不赚钱了。哎，行，人老色衰了，那家知道不赚钱，没有你什么事儿，没有什么事儿。夫人是小姐还是谁？夫人跟小不是什么？夫人跟小姐？你是小姐？谁是小姐？石姑老爷跟小姐。哦，石姑老爷和小姐。哎，对对对，别了，来，错不了，错不了。哎，来，跟你俩唱文戏我守活30年，我告诉你。哟，那你该死了。哎，对，没听说马上死了。快。啊，院子饱了，饱。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何事？昨夜晚三更时分，石户老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洒泪分那别。你带怎么点洒泪分那别。哦，哎呦，你打什么人呀你？夫人啊，你得替我做主。夫人，你疯了？你打什么主？你疯了？你凭什么打人？你跟他嚷嚷什么？我怎么他容易吗？我怎么他容易吗？我们俩这么些年了，我跟你说了吗？他容易吗？他跟他瞪眼，瞪眼就抽你。我欺负人，合着他这绿帽子是我给戴的是吗？啊，你干嘛打我？废话，怎么了我？你别跟我急，是他犯错了。谁犯错了？他犯错了。犯错也不应该瞪眼。怎么错了？你要疯啊你！哎，我是这样吗？吃了羊屎了吧你？你没听错吗？这么恶心的我听着，不是他犯错了。昨夜晚三更时说事儿，白天你才告诉我，你禀事晚了。
赖我了，下回注意啊。好，没事了。没事儿啊，那我这打不白挨了吗？那怎么样？那我打他一下行吗？不行，耍什么浪啊？谁耍浪？不是废话，你凭什么打我？你呢？那怎么着呢？没有这事儿，知道吗？就等于您那急不是冲我，啊，不，我冲的院子。哦，冲院子。哎，对对对。那我得怎么着？哎，你有您的做法。我有做法。老话说得好，哎，主子发威，奴才撒虽。撒虽？对。啊，合适吗？什么叫合适吗？在台上撒虽合适？不是不是，我问一问你，我得怎么表现？我阅历浅一点，不明白是吧？不太懂。就这么说啊，您说，您办错事儿了，嗯，我一生气你得怕我，我得。好比呢，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地上有个地缝儿，你钻进去，打心眼里这么怕我。我得上天无路，哎，入地无门，是是是，有个地缝儿我都钻进去，哎，看我表演，看您表演，错不了，行吧，行不行？夫人，嗯，还商量好了，嗯，咱打头来一遍，好好来一回，一直到这儿。完事听您的27句平板，听我唱了，错不了了吧？就唱得好啊！打头来，啊，来，不许错了啊！好家伙，嗯，好，嗯哼，冬秋冬秋冬秋冬，哎，太好，还在井里呢。照来唱我清河，仙人堂前猎绮罗。阿汉老爷，夫人，你给我请坐呀！老爷请坐，夫人坐。我能坐个大的吗？不能。啊，夫人，啊，老爷，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啊，院子报嘞。啊，这报。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何事？昨夜晚三更时分，石鼓老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洒泪分那笔。你带赞哪点撒泪分哪笔哦，哎你起来，哎，你这干嘛呀？我找地缝呢。找什么地缝？你干嘛呢？撒碎呢。别唱。